弟兄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今天的圣言选自圣马窦福音9:1-8，记载了耶稣治好一个瘫子的事。有人抬着一个躺在床上的瘫子来到耶稣跟前，希望耶稣治愈他。我们不清楚是几个人把瘫子送到耶稣跟前，但是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是真实的，所以得到了耶稣的欣赏。这一点让我们明白，信仰是由真正的相信和实际的行动构成的。我们有什么样的信仰，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动。生活中，我们会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很会讲道理，却看不到有信仰行动的表达。即使有一些信仰行动，也要想方设法让别人知道，好能得到赞美。有些弟兄姊妹说的少，信仰行动的表达却很多，也很积极，愿意默默地为天主而做，甚至甘愿牺牲自己的利益。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瘫子说：“孩子，你放心，你的罪赦了。”从路加福音中，我们了解到，是他们从屋顶把瘫子带到了耶稣跟前。耶稣看到了他们的信心，就是瘫子和抬他的人的信心。信心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中，无论有多么大的阻碍，也要尽全力找到耶稣，交托给他。这让我们明白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当真心实意地关心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，交托给主，让主来帮助他。我们的祈祷也是如此。如果我们对主有信心，也真心关爱身边有需要的人，我们会自然地为他献上真诚的祈祷，把他交托给主。当耶稣对瘫子说了：“孩子，你放心，你的罪赦了。”有几个人非常不高兴，他们心里想，这人说了亵渎的话。他们却不知道，耶稣看透了他们的心意，并且说出了他们的想法：“你们为什么心里思念恶事？”弟兄姐妹们，这几个人根本不相信耶稣，即使他们看到了、听到了耶稣所显的奇迹，依然不信。他们来到耶稣跟前，不是为听到，而是为找问题。他们也从来不会把有需要的人带到耶稣跟前，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出现身体问题，是由于他犯了罪的缘故，自己应该完全承担，与他们无关。可是我们知道，耶稣不但治好了瘫子，还赦免了他的罪，使他得到了彻底的治愈。这就是基督爱的精神，全心全意为他人着想，尽力帮助他人。由此可见，我们明白了，相信主
与不相信主的差别，关键在于是否有爱的心和行动。主耶稣，我信赖你，求你补足我的信心，使我一心依靠你，尽全力关心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阿们。